各位观众，靓女艳星容玉二小姐。香港南国影坛有两条姣婆，大勇、细勇。他们本来是广府中山县乌石乡人士，上海出世，在北四川老福德里门派32号广小工学女校读书。两姊妹对于艺术都好捻但拉贪低书包后，先是加入桃花歌舞剧团，然后被汪福庆收入雅星歌舞团。中华民国24年落南洋，响英属、石叻、马来亚，法属安南，荷属爪哇、苏门答腊、棉兰。我地暹罗就住了瓦拉六层楼，踩南星戏院台板，表演香艳歌舞，杨贵妃出浴，盘丝同玉振腾腾困住猪八戒。被邵老板睇中，请嚟香港入佢间南洋影片公司踩影画戏。大勇专饰演过《啲巧师》等督嘅艳女郎，识到靓仔四眼导演同淑云，被佢坤店同居响九龙土瓜湾北帝街门派42号吊捻大个肚。中华民国30年7月30号礼拜三，娜娜林注册结婚，呢头结果头就勾捻咗粒似固定。不过红叔云隻衰公好捻野性嘅，一个系窿唔够够吊嘅。国语片导演陶光启拉姣婆欧阳沙菲离婚之后，正一系姣婆遇上脂粉侠，欧阳沙菲带埋啲游艇女跟红叔云搞埋，向尖沙咀整个西贡。大勇就住向九龙城嘉林边道门派46号五楼。隻佬俾人勾咗，就让隻狼狗陪佢瞓觉。大勇拉梅恩踩过无线电视套、太平山下、拉许氏兄弟套、上星报喜。中华民国62年初拉温泉、利是求戴伟光、为礼的影星踩剧后，就去捻咗云浮。你嗰只飞野狼，唔知同佢有咩十世冤仇，非得要捻我。哎哟！靓女容玉二小姐也蛋糕。